大家来猜猜看，这些到底是 Bidayo food 还是 Hong Kong Chinese food？叮叮，这个是 Ayam Pansu Bidayo food。叮叮叮，这个是哈吉达台 Hong Kong Chinese food。叮叮叮，这个是 Fried Tempoyak with three layer pork Bidayo food。叮叮叮，这个是哈吉马菌 Hong Kong Chinese food。你们有答对吗？在第四还有第五集的带阿布去旅行，阿贤还有朗道云带了他们的阿布去古晋还有香港，两个地方都是在亚洲，一个是大自然，一个是大城市，一个是阿贤喜欢去的地方，一个是朗道云喜欢去的地方。古晋和香港还有很多 hidden gem 等着你 discover 的嘞，如果你们错过了第四还有第五集没问题，你们可以上 on demand 收看，只需要打 travel with mommy 过后你就找第四还有第五集就可以看到了。如果你们比较喜欢在大屏幕看呢，你们可以 turn on the TV 过后就去 Extra AC Channel 306就可以看到这个节目了哦。记得哦，是每个星期日9:30晚上。